哦，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蕴香来到林园，那林园就是我之前在这里当兵啦，然后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一间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的那个鸡排饭哦，就是林园的桥东牛排啊。我上次来吃好像是已经7年前了吧，因为这一次刚好就是出来流浪，然后流浪到林园，那就回来看一看啊，顺便买个便当。其实本来要内用啦，因为现在防疫期间，所以那个店家不接收内用，那我只能带便当，所以大家来吃便当要多一集了。好，然后这就是今天的那个，这是我当兵的时候最大的享受哈，桥多鸡排。那我们就来看它的便当。哦，为了吃这一顿，我从那个永康朋友家出来到现在都还没吃饭，现在中午大概11:30。哦，那因为我上次来，本来老板说他不想开的啦，可是后来发现他有在开，而且现在已经一个鸡排饭已经变120块了，就是之前我当兵的时候好像70吧，上次来吃好像100，忘记了。好，那这是他的鸡排饭。那主要是鸡腿排啦，鸡腿排，然后那个，然后有两样菜这样，其实还是蛮划算的啦，因为这个是整块的鸡腿，我们再看它的鸡腿，很大哦，跟脸一样大，然后它有一个荷包蛋，跟两样菜这样，那这个东西就不用说了哦，因为在我的标准里面，它就是很好吃。好，来先吃个鸡排。然后这鸡排只有用那个盐跟胡椒调味而已。然后因为今天是便当啊，便当就是变成说，它盖起来就是皮就没那么脆啊。那你如果在店里面现用的话，它皮是酥的，然后饭，因为大家讲啊，以前当兵的时候也是菜鸟啊，我可以吃到一个这样的鸡排饭是很幸福啊。好，那因为带便当，就是便当的关系，它的那个荷包蛋是全熟的。哦，高丽菜啊。脆的，然后青江菜，那一般来讲，那个这种平价牛排，那个不会有这种饭出现。那因为这是旁边这边过去，我在想就是我们部队啊，就是反正就是为了阿兵哥去设计的东西，所以就有这种，算是来自物美价廉的，就是两菜一蛋一肉，然后分量的话就还 OK， 二级排放，然后真的是久久吃一次，超级怀念的。好，今天便当就先介绍到这边哈，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那这旅程之中，如果还有其他便当，吃到其他便当，我再介绍给大家。OK， 那就这样，拜拜。